更多的时间去拿车。哎，但是这、一枪头。哎呦，这你说现在只有 7.62 的武器能够在无头的情况下一枪头，没有想到，而且 7.62 打这个距离其实已经有点吃力了，没想到就是那个半接近高伞，就是在近点有人争夺的情况下留个小高伞找人真的是很重要啊！你看，已经出现了，这里悟空是先被、你像直在圈的一个射击距离的话也是比较近嘛。对对，很在他们的优势范围之内。哇，这里雨也挺惨的。啊，这里悟空抓人的这个行动好像是有些失败啊。三抓一第一时间没有清到陨石坑的人，被反打一个以后，然后现在天没反，许晨这边是没有药的。露露自己其实也只是一枪的血量，漂亮。许晨这里还是找到一个空隙。是的。这个点拔掉以后，许晨可以打包了。窘境确实也只能赶紧突破近点。是的。但是我们看到雅痞很快就来到许晨旁边了。这波他想正面突破的话真的很难。悟空这波战术执行的失败，防型比较复杂，露露要是单人进去排点的话大概率是要挂，而且马上 form 的队友就在附近。小鹿正常情况下来讲啊，应该是不会出这个房子，只要他不出这个房子应该就话音刚落他就出了，他动了一下车，两边都有人，他应该是在挪车。哦哟、这波是想找队友汇合吗？所以他动了这个车。我觉得他反应已经很快了，你看他打露露也是插一枪嘛，这血量确实是好。天路选择运营直接进圈，进圈的话呢有一个凹槽的厕所坑可以进，就这边、就看两个车三个人三打二，因为后面那个人还远。哎呀，落地先撞倒一个，然后尾神自己也是跳车挂一个，倒也还好。是的，这伊比大效率很高，但是撞树了。哎呀，车胎应该是被打了，车是直接横过来撞在树上。是的，瓜分分数。这是两人一车啊，刚才还以为是一人一车，我还在想这个车的方向吗？对，一模一样。但是他这边区别是他直接撞了防区，这防区其实很难撞，因为外面待不住，他没有围墙，没有什么的，你根本就没有一个僵持的点，你过来的话，你直接要吃枪子儿。是的，而且本人过来路上就是惨了。哎，这颗雷不错。是的。牛海比也撞了，撞 CDG， 哇塞，一过去先打林强一个人，牛海比甚至还占了优势。是的，这个房型的话其实会更好撞一些，就比刚那个房型要好撞一点，这个烂尾楼本身就不好守。这个突击手的效率，男的明明周平岩一瞬间都有得分， CDG 瞬间只剩一个人，先补最后一个王骚骚。这个雷如果扔得好的话，反弹的角度是正确的，但是他马上被楠楠带走。这波过来撞击17的防区，17这边的烂尾楼是可以被贴的，过点的时候被打了一个，他是调转了枪头去了另外一边，去 SF 的，他也想去 SF 的。这个地方这么多人喜欢来的吗？打了一个了，开过头了，头开过头了，两个打下来了。是的，就烤鱼一圈二。那烤鱼在哪儿呢？烤鱼在 Pero 的包围圈里面，烤鱼在 Pero 的渔网中，埋在厕所这儿。烤鱼等会儿，还是完全没想到这个厕所里面有人。是。天霸也撞一下，也是来天路这个位置啊，都来这个盲扎点。啊 ，XLG 是不是要来？哦，有倒人吗？现在？哎呀，两个人飞过来，倒人了，倒人了。太混乱了，战局。伤害非常的爆表，一瞬间把天路这个坑给拿下。黑肉那边好像只剩一个人，我背刺开始了，烤鱼疯狂 K 头 ，K 了两个，自己一丝血啊，来不及打药。是烤鱼算是把黑肉给拖得挺惨的。嗯，天霸先，哎呀，没对过，哎，这波打赢了。是的，蓝圈里面的淘汰。这个人头是能够拿下的。好，先跟龙斯哥单挑。龙斯哥一颗雷，先把七七再打一个药。是他要还要过来舔一下七七。树先生，哎呀，这个位置远了，再打。哎，看到蓝圈带头了，林树直接上去 K 头。哎呀，被爆了一枪，这个头没 K 到林树，林树心态炸裂。我等了半天圈的头，你这头我看你人都没了，兄弟。我
这里 XCG 也是把 payroll 给清掉了，因为 payroll 就剩一个人了。哎，是的，实在是没有什么位置了，我目测下来，要么就贴过去，但贴过去会被两边抽惨，就是说蓝圈还没有合。十七怎么到现在一个头都没拿到？这周围打下不带他呀，不带他玩啊。哎呀，这个牛海皮的这个得分能力是真的强。是的，真的。啊，那这个时候的话，现在南边已经没有什么敌人了。那这把的话，哎，今年还有一些独狼 XLG 冲下来这个坑了之后，他有了一波盒子补给，然后现在在人数清点上来说的话，应该还是知道北部哈会有很多残兵在，还有一些妖精。啊，切了两口锅，先想掏雷啊，但是身上没有雷，素九是贴过来先封烟给队友一个支点。十七现在不会打成三炸一冲吧，兄弟？这是一个标准的麦队友，这哇塞！洋洋今天雷技不错啊，倒了三个，是的 ，CLG 很危险啊！哦，谁来坑谁死，我已经看出来了。牛海皮一瞬间又把这边的分给拿了，我都要了，你这决赛圈没什么人了呀？木子里在这个时候是成为了大场上面的唯一颗最亮的仔，还在这边抠把。这波 MCG 摸两个人过来，我觉得应该再来一个。一拖四，能不能拖住？能不能拖住？戏耍对面，打一个，还被闪了。哇，哦，又是一瞬间，但是幻神倒了，三打二，好像不好补，主要幻神的位置。速九也倒，小北最后被干掉，牛逼还是满编，还能扶。哎呀，太能打了。十三个淘汰了，已经在清点了。一个看出来 ，New Happy 就已经开始在就找那种埋雷。哎，被闪，你说这到底？哦，漂亮！这就是独狼一定要做的事情。是的，肯定是的。哎呀，周边库特藏雷很危险，没把自己补掉。幻身倒，彭少倒了，对，三打一。三打一，这个位置不把我彭少扶起来吃鸡，速不度给点面子行不行？好的，恭喜 MCG 七杀吃鸡，这把 NYP 最后打得比较嗨吧。如果说他正常，如果说是吃鸡赛制啊，这把 NYP 稍微稳一点都不会被那个独狼埋到，因为他当时有很